底下一个问题，弟子想一心供养一尊啊，难敌百尺的阿弥陀佛像，需要把原来的西方三身像取走吗？取走后啊，又应当如何处置？这个佛像对自己修学是个精神寄托的象征，非常重要啊！所以选择要很谨慎，选择之后啊，最好一生供养啊，不要去改变啊。为什么呢？一佛念佛了，一佛的时候想到像呢，就是这尊像。将来往生的时候，阿弥陀佛来接引呢，肯定是这个像，就很舒服啊！我天天等你来接引，总算等到了啊，会非常的亲切啊，因为像呢是从心生的啊，就是佛来接引这个像，也是自己心想所生啊，你要明白这个道理。如果我们离开出去旅行了，这个像不好带，我们可以照照片啊，把照片可以随身带的时候啊，还是家里供的这尊佛像啊，这个确实是非常殊胜啊，是一桩好事情啊。那么如果原来供的佛像呢，你可以请到寺院道场啊，供养给别人啊。有一些人家里想求佛像的，他会到道场里面来求，道场有结缘的啊，供养在道场做结缘啊，这样就很好。底下一个问题，老法师讲过，受五戒者不能达满矣。我把老法师讲的引碟给广州某寺一些居士看，但他们照常答疑，为什么？难道主持法师不懂，或是对五戒不能达疑理解不到？现在说实实在在的话，真正对佛法了解的人确实不多啊，甚至于包括我们自己在内，这个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。譬如说，你是不是把佛教看作宗教？是啊，我信佛教啊。那你就对佛法不了解，为什么呢？佛法不是宗教啊。这个问题不是我提出来的，民国好像是12年啊，民国12年，欧阳靖武大师，他那个时候在第四中山大学做了一次讲演啊。第四中山大学就是现在的南京师范大学，现在是南京师范大学啊，从前是金陵大学。最早的时候，民国12年的时候叫第四中山大学。他讲演的题目叫佛教非宗教非哲学而为经史所必须，这么一个题目
啊，民国十二年我还没出生，啊，我民国十六年出生，啊，我也是在三十年前在香港讲经，就讲楞严经，在界限街中华佛教图书馆看到这个讲义，啊，欧阳靖吾大师讲的，他的学生王恩阳居士记录的，啊，我看到这份经，这份讲义，我仔细看看，他说的很有道理，啊，佛法真的不是宗教，也不是哲学，啊，但是佛法里面呢，有哲学，有科学，啊，我们这学了佛学了五十六年了。啊，佛教经典里面讲些什么？啊，我把它归为五大类。啊，你们同学细心去听，细心去看，你看是不是的？佛经里面讲伦理，讲道德，讲因果，讲哲学，讲科学。我们在华严经这个讲座里头常常谈到啊。方东梅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，他说佛法是高等哲学，啊，那我们现在接触知道，不但是高等哲学，还是高等科学，啊，关于伦理道德因果通通都讲到最高峰，实在是难得了。啊，那几个人知道了？啊，你不接触，不深入去研究，你不晓得。啊，佛法包罗一切，啊，宗教也包括在其中。啊，它不是哲学，里面有哲学；它不是宗教，里面讲谈到宗教。它不是科学，里面谈到最高的科学，啊，现代科学最高峰，啊，讲这个太空物理，啊，讲量子力学，讲基本粒子，佛经里全都有，而且讲的比它还透彻。啊，所以认识佛教真的不容易啊！啊，佛教究竟讲什么？用一句话来说，《般若经》讲的诸法实相，啊，宇宙人间人生，万事万法的真相，讲这个。啊，那现在我们更清楚更明白了，啊，讲的更贴身的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讲什么？讲的是我自己的真相，那你才真的受用啊。啊，字字句句经文是讲到自己分身上来了，啊，身外有没有呢？没有。就真是经上所说的了，心外无法了，法外无心。啊，外面境界是什么？境界是自心变现。啊，所以六祖坛经里面，他老人家见性的时候说五句话，可以说那五句话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一切经教的总纲领，都说到自信了。啊，自信本自清净，自信本不生灭，自信
本自具足，自性本无动摇，自性能生万法。说尽了，啊，这就是真正懂得佛法了。啊，那么大一不大一形式啊，啊，一就像我们做学生的制服一样的，啊，要不要紧呢？不也不重要，那是形式。佛法重实质啊，不重形式。啊，但是这个形式呢，我们也要尊重它。啊，是佛门的一个规矩。五戒没有大意。啊，五戒属于本意，受菩萨戒才有意，才有慢意。啊，那么现在说老实话，是不是真的有戒呢？不但菩萨戒没有了，五戒也没有了。啊，哪一个人受了五戒，他能做到呢？啊，第一个不杀生。啊，蚊子咬了一巴掌把它打死。啊，那你能做到不偷盗吗？啊，纳税的时候还想一点方法，怎么能是怎样少交一点？啊，这种念头，这个行为，就偷盗的行为啊，就偷盗心呢。多交一点税，国家多一点收入，你就布施啊？为什么不修布施波罗蜜呢？啊，还叫少交一点呢？啊，道心，还有占别人便宜的念头，这都是属于道心。啊，那这妄语就更不必说了。所以五戒里头哪一条你能够做得到，可能真正能做到的条只有一条，不饮酒。其他的四条不容易做啊。啊，那菩萨戒就更难了。啊，为什么？这个问题很严肃啊！啊，出家人沙弥律仪做不到，在家居士不谈三皈五戒，十善业道做不到。啊，十善业道做不到啊，三皈五戒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你看今夜三福的次第。啊，第一条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这头一条。我们提倡儒释道三个根，就是从第一条，依据就是这一条。啊，孝亲尊师，在《弟子规》里面，慈心不杀是因果教育，在《太上感应篇》里面。修十善业，这十善业道经，这三个根呢，有这三个根呢，你才能受皈依。啊，这个三皈呀，你才真正得到啊。
啊，现在皈依是假的，啊，皈依佛，佛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皈依佛？六祖坛经上讲得清楚，这而不迷是皈依佛，你能不能做到？正而不邪是皈依法，静而不染是皈依僧，你能做到吗？我们起心动念还是迷，还是邪，还是染，没有皈依啊。真正皈依之后啊，起心动念呢，它是觉，它是正，它是静，觉真静啊。啊，菩提心上讲的清净平等觉，那真的皈依了。啊，我们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啊，都能够与清净平等正觉相应，这真的皈依了。啊，三皈之后才能受五戒。你就想想这个戒体啊，所以我们今天把它放在最下面，先教你孝亲尊师啊，先教你学弟子规。你没有弟子规，没有感应篇，你肯定十善业做不到啊。十善业道做不到的时候，你就没有资格受三皈五戒。所以大意不大意就不必再问了。啊，别人做的如法不如法，不要放在心上。啊，我们常常说，啊，别人想的不善，做的不善，绝对不可以放在心上，绝对不可以放在口上。啊，不要去批评人，人家没错，要批评自己。啊，我学佛，我没有做得好，没有给人家做一个好样子，让人家还迷惑颠倒。我们自己有罪，自己有过失。啊，从自己做起。啊，改过自新，做出好样子给别人看，这就对了。下面说的弟子因不愿意看见他们不守佛门规矩，就很少去这个寺院上课，这个做法对吗？我刚才讲的这么多你应该明了了，啊，这个就不要再提了，啊，最重要的是自己做的如法，啊，别人做的不如法要学恒顺众生，啊，他做得很好，我们要随喜功德，啊，不给众生结怨仇，啊，过人因果，过人承担。下面一个问题，请问中午10:30到11:30吃饭算不算符合日中一时的标准？符合。日中一时确确实实是在这个时候。啊，那最准确的时间是天文日历。啊，天文日历每一天日中是几点几分几秒都有记录。啊，而且每个地方不一样，有时差。啊，所以一般能够做10:30到11:30没问题，啊，绝对呀没有过误，啊，这个是标准，是个标准。下面一个问题，请问祖宗牌位需一直供奉着吗？啊，还是要搬下来？如搬什么时候？学佛了。就要懂得离世无碍，世事无碍，
啊，佛法里面时时是好时，日日是好日，所以不必选择什么时辰。啊，选择时辰多半是神道教里面，啊，他们对这个很重视，佛法没有。啊，所以那是宗教里面，佛法不是宗教。啊，那供奉什么意思呢？供奉是孝，这个孝道慎终追远。啊，连过去老祖宗都念念不忘，对于眼前的父母、家亲眷属，啊，你会升起爱心，会升起照顾的心、帮助的心。啊，所以要懂得这纪念祖先，慎终追远，明德归厚。啊，那在自己呢，我自己的德行呢，从这天天增长，是这个意思。这一位同修提的是普济安的老法师传仙，啊，传仙法师现年63岁，出家30多年，托弟子请教老法师，他做梦梦见观世音菩萨对他说出家，他说怎么出家，观世音菩萨说住山洞，他就买了100多亩山地，山清水秀，很清净，但呢比较偏僻，盖了观音堂、莲花池、放生池，很想再盖一个大雄宝殿、报恩塔，还想盖一间屋请老法师常住，啊，或是来临指导，这些想法能现实吗？如不如法，因此安只是老法师一个人，缺乏智慧，力量不足，请老法师指示。这个用不着我指示啊，观音菩萨很灵啊。观音菩萨不是指示他吗？叫他去住个山洞吗？他怎么要盖这么多房子呢？啊，尤其是一个人盖大雄宝殿、盖报恩塔，还要盖什么？盖这么多没用啊！观音菩萨讲的话有道理呀、啊，啊，一个人住山洞多好呢！啊，所以遵守观世音菩萨的指示就好。啊，你现在买了块山地，啊，你就在山地里面呢去建一个山洞。啊，如果有山，在山上真的可以挖一个洞，啊，可以挖大一点，里面可以有几间房间，啊，有个佛堂，有卧室，啊，自己一个人好修行呐。这样就对了，不要打妄想啊！啊，那么观音菩萨教你，啊，你这里已经有个观音堂了，莲花池、放生池可以，不要再盖大雄宝殿。啊，我主张呢，你听观世音的话，啊，盖个洞。啊，观音菩萨叫你在山洞里修行吧，啊，你依教奉行就很好。啊，旁边如果这个多的地的时候呢，可以种一点菜。啊，你自己就不必去买菜了。啊，有个小观音堂的时候，啊，
也一定会有一些信徒，观音菩萨会找信徒啊，到那个地方来护持你。啊，实心塔地，一心念佛，求生净土，这就对了。啊，后面一个问题，他说每晚播放老法师讲经光碟，礼请和恭送的内容一致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啊，这个播放光碟，如果自己有时间，要多听。啊，让我们自己对佛法有多一分的认识，对自己的修学才真正有好处。如果每天晚上播放经典，只供养鬼神，你修了一点福德，这是修福。啊，对自己没有实质的好处。啊，自己是解门行门，啊，都帮不上忙。啊，那么我们知道，啊，佛法的修学最重要的还是自度，自度而后才能够帮助别人。啊，自己没有得度啊，就很难帮助人。啊，这是不能不知道的。在学习方面，我们常讲，啊，希望有十个同学在一块一起修行。这个方法，每一个人在家里都可以学。啊，缘分不同嘛。要知道，中国自古以来，出家的高僧大德，在家的圣贤君子，几乎都是自学成功的。这个事实我们要认识清楚，肯定佛菩萨圣贤是学得好的呀，学出来的呀。啊，问题就是你自己肯不肯学啊。啊，有个机缘找上几个同学，那是缘分，不能说没有缘分我就不学了，那错了。自古以来这些圣贤豪杰啊，祖师大德，哪几个人是有缘分的？几乎都是自己修成的。啊，放下名闻利养，放下贪嗔痴慢，放下五欲六尘的享受，啊，具足这四个根，这个重要啊，那是真正的基础。只要有这四个根的基础，这四个根好好的学习，一年就完成了。那如果说业障重啊，根性钝的人，顶多两年。啊，你看我们在汤池这做的实验呢，
招收第一批的这些老师，啊，我们叫他们学《弟子规》，啊，希望他四个月能落实，没想到两个月就全部落实，这不难呐，啊，他两个月就做到了，啊，360句句句做到，都表现在自己的生活里面，啊，待人接物。他通做到了，啊，我们30几位老师做到之后，啊，我们也对群众，啊，展开来教学，啊，汤池小镇有12个村庄，啊，1条街道，啊，居民48000人，啊，我们这30位老师。分头到每一个村庄去教，啊，到每一个农民家里面去教，啊，我们的预想3年才有成果看见，啊，真能做到移风易俗啊，啊，把社会风气啊完全转过来。没想到3个月，啊，2006年，从1月开始教，教到4月，满3个月，哎，成绩就看到了。啊，我们这边老师啊，非常欣慰啊，因为我给他的时候是3年呢，哪里想到3个月，人的良心唤醒了。啊，真的好像人睡着了一样醒过来了，良心现前，不愿意做不善的事，啊，想到不善的事，自己受到良心责备，啊，整个是这个社会风气改变，我们看到这无限的欢喜，这没想到人是这么好教的啊，可就是没有人教啊，可是教的人怎么样，教的人深做到才能产生效果啊，如果你教别人，你只是教别人做，自己没有做到，别人不相信啊，那效果就达不到啊，一定要做到啊，你比如说你到人家农民家里面，啊，你也教他的这个小孩，啊，要孝顺父母，啊，早晚要知道给父母问安，你做给他看呐，啊，对父母都是深深90度的鞠躬礼，你让他看到。那父母的饮食起居照顾他了，那吃饭就给他添饭呢，喝茶的时候给他端茶了，恭恭敬敬端给他，啊，累了的时候要安慰他，有时候给他捶捶背，啊，天快黑的时候，吃完晚饭给他洗脚，老师统统做，做给他们家里的儿女看，他家里儿女感动了，啊，做父母的也感动了，感动的，我怎么没有教我的儿女？啊，做儿女说，哎呀，怎么我没做到？深教。啊，所以我告诉这批老师们，我说孔子教学成功的，释迦牟尼佛教学成功的，为什么成功的？先做到，然后再教，人家相信你，人家听接受你的教诲。如果你自己
只叫别人做，自己没有做到，别人对你怀疑，不相信你啊。所以我很简单的讲啊，做到而后能够教导教别人，这是圣人，这是佛菩萨啊。说到之后自己马上就做到，这是贤人。说到做不到叫骗人啊。我说这三种老师你们愿意做哪一种？应该做佛菩萨，应该做神仙啊。很难得了，这三十几位老师确确实实他们是学生学仙啊，所以才做得这么成功啊。真的学儒，真的学佛，学佛要像释迦牟尼，学儒要像孔子，要像孟子啊。很短的时间效果卓著啊，成功了啊，我们无限的安慰，这意想不到啊。当时就想怎样把他介绍到联合国，结果没有想到，你看过了一个多月，大概过一个半月啊，七月的时候联合国就来找我们，祖宗保佑啊，这不是人的力量啊。那我们虽然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啊有八次之多啊，但是跟联合国没有发生过直接关系啊。啊，他来找我们，那我们这个机会成熟了，把汤池这个成就在联合国宣布。告诉他这个方法可以化解冲突，可以促进社会安定，世界和平。这下老师们为整个世界和平建大功立大业啊，实在是难得。所以我们学就真干，没别的，只要真干，没有一个不成功的下面一个问题是有关供养啊，它有四个问题。第一个，每一顿饭都要供养佛和一切众生吗？如吃的是剩饭，必须单供品吗？供养是敬意呀，佛菩萨还会要吃你这份菜饭吗？啊，这是表敬意。那么佛是日中一时，你早晚都供，你不是把佛就破斋了吗？决定不可以啊，所以供佛不能过午啊。过午之后供佛的饭菜要撤下来啊，不能过午啊。过午供饭菜还供人，这是不恭敬的啊。那供鬼神，供鬼神在晚上啊，供天在早晨啊，天是早时，鬼神是晚上时啊，这个都要懂啊。啊，所以事实都不能用吃剩的东西啊。如果我们吃剩下来的东西，供鬼神都不恭敬，何况供佛菩萨。在寺院里面供佛菩萨的菜是专门烧的啊，为什么呢？
你看我们一般吃菜的时候，要尝菜呀、尝味道。那尝菜什么？这菜你吃过了，你吃过怎么可以供佛呢？啊，所以供佛的那个菜是吧，里面没有油没有盐的，真的是淡的。啊，这最恭敬。啊，所以这个饮食方面，对于调味，啊，中国最好的厨师，他不需要尝，他这个经验老道，啊，他加多少，他有分量。他拿得很准，高级厨师啊！啊，没有这个功夫，啊，没有这个本事，那我觉得还是外国的方式好。啊，外国的东西没调味，啊，他的调味时候都摆在你面前，小瓶的盐，啊，这个酱油，啊，糖，跟胡椒。啊，他都在本人，你自己调，啊，拿出来东西、没有味道的，啊，那么这个是外国人习惯了，我们中国人不习惯，啊，实际上这是很卫生，啊，而且是每一个人，啊，你的口味不相同，有人口味重，有人口味轻，啊，自己调是非常合理的一种事情。啊，那么尤其是这个大众在一块用外国这种自助餐的方式，一点都不浪费，你吃多少拿多少，啊，几个菜喜欢吃的菜你可以多拿一点，不喜欢吃你也可以不拿。啊，那么在寺庙里面，那我的主张，啊，三德六位。供佛即僧呐，啊，就几个菜呢？六个菜，六个菜有讲求的，啊，三德六味也。早晨三个菜，早餐。晚上如果是当药师，啊，也有吃晚餐的，三个菜。中午六个菜，通通用自助餐的方式。赶紧吃多少拿多少，不糟蹋了。啊，那么这当然有很多地方是我们理想，可是供佛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恭敬。啊，自己家里面不方便，饭煮好之后，这个。第一杯的第一碗的时候一定是供佛的，供佛的小碗，啊，在这个这个饭锅当中，啊，取一小杯供佛，啊，菜也是如此，啊，烧好之后先夹出来供佛的，啊，供完之后我们大家都可以吃。供鬼神的也可以吃，啊，都可以吃。第二个问题是晚上不吃饭，只供一杯水行吗？这个供水是不能间断的，啊，不是说到晚上才供，供水是每一天最好都要换。啊，在什么时候呢？早晨，每一天早晨烧香时候换水，啊，中午不要换，晚上也不要换，啊，水是表清净心的，也不是佛菩萨鬼神喝的，不是的，啊，佛菩萨面前供了个水，啊，是给自己看的，啊，看到这杯水，想到我的心。要像水一样平，
一样干净。啊，这什么意思？无量寿经经体上清净平等，就这个意思。啊，所以供这个供水的水杯，这个杯子最好是用玻璃杯，你看得见。啊，现在也有考究的水晶的杯子，很好。啊，你能看不到。啊，看到这个水想到，啊，我今天一天生活、工作、待人接物，心平气和，他在说法了。啊，说法怎么可以中断？怎么会常常换？供养时，执念佛号，还是要做众生都能吃到的观念。这个事实要观想，为什么呢？供鬼神的啊，供佛呢不必，念供养咒也行，念佛号也行。啊，念佛号就是念十声佛号。啊，这个就可以。嗯，或者是按照扩诵本里面的仪规去做，啊，都很好。幕后说，把几种供养的事物放在一个容器内，是否如法？也可以。啊，那么通常在大的这个法会上，啊，那是有很多法师居士都来参加的，这是表演，表演的道具要做得整齐，啊，就叫三德六位。啊，那平常的时候，如果是你自己家里面，这个供佛，实际上供佛只供一个一杯饭就可以了，啊，不需要供菜。啊，供鬼神也是供一杯饭，啊，供一碗饭，啊，不需要供菜，啊，供菜差不多就是初一十五，啊，佛菩萨诞辰。法会当中才有，平常都可以，不需要。一个容器之内，世尊当年在世托钵就是一钵，饭菜都在一起。啊，所以你懂这个道理，你就想这个是可以的。啊，以前确实是这样的。啊，那么还有一些寺庙，还有这种。规矩啊，吃饭的时候过堂一拨饭，他菜是另外一个小碗，一碗菜啊，实际上的时候，在过去的时候饭菜都是在一拨里头。幕后一个问题，念佛时如观想说恩师就是阿弥陀佛，这样如法吗？不如法。啊，念佛的时候啊，就是观想阿弥陀佛。啊，阿弥陀佛是什么样子呢？所以，我建议你，你自己喜欢的哪一尊佛像，你喜欢。啊，一生就供养这个佛像。啊，为什么？你常常想他，啊，对，帮助我们，减少烦恼，减少妄念呢，会有很大的帮助。啊，妄念起来的时候，立刻觉悟了，想佛。
念佛，不方便的地方默念，啊，不出声，啊，你心里想佛，没人知道，也不会妨碍别人。啊，没有干人干扰，也不会妨碍别人的时候，可以出声念。啊，妨碍别人的时候，我就不出声念。啊，用默念。啊，或者是金刚持，金刚持是口动，没有声音。啊，这些方式啊很多啊。啊，这个样子呢，自然就入法了。念佛是在讲比什么都重要啊！为什么不念佛肯定就妄念起来了啊？无论是善念恶念通通是妄念啊！你一定要知道，善念感三善道，恶念是三恶道，总出不了六道轮回啊！这凡夫你自己一定要肯定，要承认你的心是轮回心，你不是清净心啊，你有起心动念，有分别执着，轮回心啊，轮回心干什么都叫轮回业啊，念佛也是轮回业啊，一定要念到功夫成片，那你就把轮回业转变成净业了，啊，净业生净土了。没有这个功夫不行啊，啊，做多少善事，善事没有用啊，善事善报啊，啊，三善道的果报啊，这个要知道。啊，如果做一切善事，没有忘记念佛，没有把善事放在心上，这是功德啊，这个是净业，必须你自己会修啊。事上看起来是一样，用心不一样啊，你的用心呢，全在净土上啊，如果没有这个功夫，宁愿那个事情不要做啊，为什么？对你没有好处啊，对别人有好处是的，对别人好处是善业啊，就是说你要去往生的时候是做不到的，你来生得福报啊，你这一生跟佛法结了法缘，这一生不能成就啊，这一生真正想成就做轻重啊，不做执事啊啊，做义工可以啊，义工是分配你的工作，你认真把它做好，心里面佛号不断，好事情。如果心里面还有妄想啊，还有一些计较啊，有一些分别执着，那你就错了啊。为什么呢？你造的依旧是轮回业啊，这总得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啊，转轮回业为净业就对了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的问题都答复圆满了。